小普啊，丹顿集团准备在国内啊搞一个大型的推广活动，需要一家媒体全程合作。你呢，抓紧时间准备准备，争取把它拿下来。交给我啊？啊，不，主任，这可不行，我完成不了这事儿。小普啊，台里的情况你知道，都是多面手啊，不能只做主持人。哦，那交给我做吧。我尽力而为。嗯，去吧。哎呀，主任非让我拿下丹顿集团的广告，你说这哪是我的长项啊？我的长项是主持啊。而且咱们这电台又不是广告公司，干嘛老去拉广告呢？好事儿啊，好事儿。我觉着有时候困难就像皮鞭似的，在你倦怠的时候抽你那么一小下，你这速度马上就蹭蹭就上去了。Oh my god！ 平时我们当牛做马的已经够苦的了，麻烦您能不能用一个人性化点的修辞手法？他老人家明知此活难。难于上青天，还非要让我去试一试，你说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这就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节奏。我觉着这事儿就跟我哥买彩票似的，中了最好，不中不就损失几块钱吗？多大事儿啊！再说了，年轻没有失败，年轻一切皆有可能。您倒是不怕失败了，您找了一有钱的男朋友。这找什么样的男人不重要，关键是女人得自立，不能依附于男人，自立的女人才会有魅力。哎，这点我特别认同，女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了自己。当然。唉，但这任务还是完不成啊。向前进，向前进。我没什么想来着。暂时的责任，中妇女的怨仇深。对，什么就对呀？不是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任何时候你都有我这么一坚强的后盾。这事儿我来办。哎，不带重闪的啊！姑娘有特权，知道不？行，好，来来来，叫吧。六个五，六个开始叫啊？你会玩吗你？十个骰子呢？行，六个五是吧？我开你了啊。三，七个五。你怎么不开啊？不是，我有五个。叫啊！你有两个。我有，叫吧。八个五。没有。
不是你动手脚了吗？我这怎么能救咱们两个人？我怎么你不可能人品那么差？赶紧喝！你怎么没有？赶紧喝吧你！行，愿赌服输。喂，哎，你大点声！哎，我听不太清楚。啊？这么快？你着什么急呀？下礼拜是吧？我自己来。下礼拜，好，我到时候再带个人行吗？好，那就这样。哎，我先叫，我输了。七个六。我一发小下礼拜就结婚了，你说现在人都着什么急啊？年纪轻轻的，你到时候跟我一块去呗。七个六，不是，多大年纪了就着什么急呀？你没有跟我同岁啊？30，30了还不结婚啊？咱们同学王芳，孩子都下地打酱油了，行吗？嗨，那是你们女的30岁结婚正常，男的怎么也得等到个40多岁。我忽然发现，咱俩在婚姻这个问题上。根本就不是一路人，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今年是要结婚的，你这辈子都不一定结婚。当然，你条件好了，你不着急。谁说我这辈子不一定结婚呢？我肯定得结婚呢，时机到了我就得结婚。你今年就想结婚？今年年底。谁敢娶我，我就敢嫁给谁。行，那我可筹办婚礼了啊！你到时候可别不认账啊！明年我就生一猴宝宝。你说的啊？我说的。行，奉子成婚，谁敢娶你，谁就是真爱你。行，你清醒吧。我清醒。你到时候以后提这事儿，你可别忘了啊！那我可就筹划婚礼了啊！你们所有的问题，归根结底就一个原因，没钱。你们能挣钱。别人就可以高看你们，仰慕你们，挣不到钱，连你们自己老婆老公都瞧不起你们。我处理点事情。哎，行了，散了，来干嘛？不是老周干嘛呀？大清早上的，坏肚子了。新官上任嘛，不都这个样吗？是是威的。丹顿在欧洲是一个小众的奢侈品牌，就它这么一个30毫升的香水，在欧洲就要卖到68欧元，相当于人民币600多块。不是小雨，你想说什么呀？咱们如果能拿下这个大的品牌，对咱们的节目绝对是一个大幅度的提升。可是丹顿这种大公司从来都不像电台投放广告的，而且还有电视台横在前面，这对于我们来说很有可能是徒劳的。正因为有难度才有挑战啊！你说咱们现在机会多好啊，没结婚没生孩子，也不用做饭不用养老人，这时候不努力什么时候努力啊？这是我昨天整理的一些关于丹顿的资料，你赶紧看一下。他们这次的品牌负责人叫朱迪，美籍华人，38岁，毕业于南京大学，血型 O， 处女座。鉴于处女座的完美主义，咱们得好好捯饬一下。我能不去了吗？能。人呢？车经理说散会了。我处理点事情，没说散会啊！把车经理找来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我们俩是家人风尚电台主持人，想见一下朱迪小姐。请问你们有预约吗？没有预约。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朱迪小姐她不在。我们就是想做一个她的专访，看方不方便。专访啊，是这样的，朱迪小姐现在正在经济频道做一个节目，好像也是个专访。那没关系，那我们先这样，给你一个名片。我们下次再来啊。好的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。啊，
这样好像不太方便吧？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朱迪小姐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，而且就算她回来的话，她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安排，所以在这里可能不太方便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先走吧。啊，谢谢啊，走，谢谢。我走吧，今天没戏，我跟你说。干嘛呀？你这出日不利，让经济频道还抢先了一波。我跟你说吧，咱们俩今天就不该来。走吧，走吧。等会儿，我先打个电话，我有一同学在经济频道，问一下他。哎，小霞，听说你们要做朱迪的采访是吧？啊，你们在哪儿做呀？好像是要做个采访，但是在哪采访我就不太清楚了，我帮你问问啊。行，那你发给我，谢了啊。你还真要去啊？冲着咱们俩今天这精心打扮，咱们就得见到朱迪。哎，丁小雨，你这么拼干嘛呀？说实话，我就是故意想让自己忙起来，一闲下来我就会想他。再给我点时间，再忙一阵子，我一定能把那个人从我的记忆里清盘。喂，小霞，你打给我了？啊，发短信太麻烦了。问到了，他们在海洋世纪法国餐厅。哦，行，那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哎，不，小雨，你问这个干嘛呀？没有，我们就刚一同事聊起来了，顺便就随便问问啊。没事儿。嗯，好嘞，嗯，拜拜。请问两位吗？啊，暂时两位，麻烦两位可以坐这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那边有个采访。哦，那我们不说话不就完了吗？请问两位需要点什么？先来两杯咖啡吧，谢谢。好吧，请稍等。哎，要不算了吧。咱走吧，别说话了，东西拿来，快！太明显了，快一点。低调点喷啊！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完了，请你提问下一个问题。嗯，好的，请问朱迪女士，咱们丹顿公司明年香水的主推系列是？对不起，请你稍等一下。打扰一下二位，我能坐一下吗？可以，请坐。丁小雨，怎么了？咱们的竞争对手。我刚刚似乎闻到了丹顿香水的味道，请问是二位谁用的？您怎么知道啊？我用的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没问题，这款香水是最新推出的蜜糖味道。这我知道，他们品牌我最了解了，用了好多年了。是吗？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丹顿品牌在中国的推广，我叫朱迪。哇，说怎么那么面熟呢？见过，见过，在杂志上见过您。哎呦，太巧了，今天怎么在这儿碰见了？
我觉得您本人的气质比在那个杂志上更优雅，对比杂志上漂亮多了。谢谢。我冒昧的想问一下二位，请问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哦，我们俩是电台主持人。啊，他叫丁小雨，我叫普尔敏。我们俩负责家人风尚栏目，不知道您听过没有？家人风尚，我还真听过，在电台播的嘛。真的？哎呀，太荣幸了，见到你们很高兴。你好，你好。嗯，你们先坐一下，我去取一下名片。好。对不起，请稍等一下。谢谢，谢谢。哦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谢谢。那个，我的忘带了，你找到他就找到我了。好。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跟你们俩多聊一会儿，可是我等一下还有采访，那么有时间我们打电话，然后我们再好好的聊一聊。哦，你还有采访啊？嗯。什么采访？主要是我们丹顿在中国的推广计划。那您需要忠实用户谈体验的话，一定叫我。嗯 ，good idea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忠实用户体验，太好了。可是这样不会太耽误你们的时间吗？不会，怎么会呢？你们找他就找对了。您不知道他是你们的铁粉，对，他大学毕业以后买的第一件奢侈品就是你们丹顿的那个笑脸包，对，花了他两个月工资，我太喜欢了。那款包是我们品牌很经典的一个款式，值得拥有，贵了一点，我现在还用呢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正式的邀请你们去参加我的这个访谈节目。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去跟电视台的同事说一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慢走哈，嗯，再见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车经理是我。不好意思啊。今天周总一问，是我告诉他你让大家先散会的，你别怪我。没事儿，怪你什么呀？要怪就怪我自己嘴贱。行了，我干活了，没事儿，别让周扒皮又看见了。哎，你说朱迪也跟咱见面了，接下来怎么办呀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继续努力。但是你说咱们今天也没提广告的事儿，回头下次再见面的时候突然提广告的事儿，人家会不会觉得咱们特讨厌，特有心眼儿？不至于吧，反正咱们之后就实话实说呗，跟他。我觉着人家从国外回来的，不至于那么小气。也是啊，就是啊。有点信心啊！好，不管了。哎，把那词儿对一下。行。Coco 是吗？对啊，是我。哎，你好，你们赵总让我过来找你。哦，是马先生是吧？对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叫我马赛就行了。啊。我听我们赵总说了，说你今天特地要过来了解一些有关婚礼策划方面的事情。那您有没有什么想法和特殊要求啊？特殊要求啊，我还真不太懂哎。要不然这样，等女朋友来了，让她看看有什么特殊要求。好啊，也行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森来了，看看吧。来这儿干嘛来啊？你说呢？策划婚礼啊？谁要结婚了？你跟我呀。
什么时候说过我要结婚啊？你忘了那天你喝完酒以后，咱俩聊的结婚的事儿，你还挺兴奋的呢。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你怎么没说过？你不是说是？不可能嘛！什么不可能？你是失忆了吗？不是，就算我说了，那酒后的话能信吗？我怎么觉得你是酒后吐真言呢？哎，看看吧，这不是，这没人知道这事儿，咱们赶紧撤吧，要不然一会儿丢人丢大发了。哪能撤呀？我来都来了，我朋友帮我安排的。酒后的事你能？不好意思，啊，你好，久等了。我女朋友丁小雨。你不是？你俩见过？见过，啊，认识。嗯，在哪儿见过？不会是有人带你来过吧？我天天来这儿。不是，我们不是在这儿见的。我们这行啊，见的人多，可能是在哪个朋友的婚礼上吧。不记得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。嗯，好。嗯，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比较有特色的案例。我们有这种海底的婚礼，就是来的所有的嘉宾啊，可以穿着这个潜水服，在海底观礼。然后还有专门经过训练的海豚给你们当花童。怎么样？没什么意思啊。对。有的，还有别的，我们还有热气球婚礼，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项目。嗯，新郎新娘呢会在热气球上面宣誓，然后交换结婚戒指。那热气球婚礼安全吗？安全，挺安全的。我们都是跟当地的旅游局合作，而且呢在婚礼的当天有专业人士随时观察当天的风向和天气，绝对保证每一位客人的安全。怎么样？恐高，换一个。是这样的，马先生，刚才我们赵总跟我说了一下您这边的预算，所以我给你们推荐的都是比较高端、有特色一点的。嗯，如果你女朋友不是很喜欢的话，我们也有一些常规的，这边有很多常规的。看看这个，这个是在五星级酒店。这个，看看，然后有一点复古风的这种也有，然后也有欧式的。如果再直观一点的话，我们这边也有视频，跟我过来一下，看看吧。那个长吗？不长，就几分钟。哦，行，看看去吧。对呀，了解一下吧。来，过来，快点吧。来，这边坐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嗯，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策划的一个海边风情的婚礼，场地是选择在国外拍的，挺漂亮的吧？嗯。说出你爱我的三条理由。那很简单啊，第一点，我爱你；第二点，我爱你；第三点，就跟第二点和第一点一样，不能重复。I love you。为了你失落，为了你快乐。丁小雨，原谅我。大事，丁小雨，原谅我。丁小雨，原谅我。选择。小雨，小雨。待在结果。呦，哎，师傅，你别这样，师傅。哎，我疼啊，师傅。哎呦，我不疼。哎呦，师傅，你饶了我吧，师傅，救我呀。师傅，你救我吧。在遇见爱的颜色，爱需要练习，我们一起一步。
了期许，懂了珍惜，嘲弄也无心。那你真的不要我了？那真的不要我了？哎呦，妹妹，这咱俩的情况一样啊！我之前我特别的爱他，但是因为我不好，我做了一些事儿，把他给伤害了，就是阴差阳错吧。所以你的这种感情我特别特别理解，我知道什么是撕心裂肺，我都懂。怎么样？啊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宣传的，可以了解一下啊。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都可以在项目里面添加上。小雨。我们这边啊，专门有一个厂子，也是给人办婚礼用的，全部都是一些欧式建筑，挺漂亮的，要不要去参观一下？去吗？远吗？不远，就两分钟，反正今天来了，去看一看吧。好，走吧。嗯。来这边来看一看，我们这个亭子很漂亮，到时候结婚的时候会把两边铺上鲜花，布置一下会非常好看。我们是模仿的欧式建筑来把它建造起来的。到时候呢，如果装点不同的花，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。来看看这个小教堂，很小很可爱的。这个白色的小教堂呢是比较简洁的样式，是模仿的欧洲的地中海风格，看上去是比较低调的。到时候布置出来会更漂亮一些。来，我们到那边看一下。我们这个前面会给你们铺上红毯，这一排，来宾可以在外面给你们举办婚礼。同时也可以在里面听牧师给你们讲解这个婚礼仪式。看看这里面这个圆拱顶，说话都是有回音的，感觉比较神圣啊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小教堂好秀气啊。丁小雨，我们就在这儿结婚吧。谁呀、啊？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哦，我听着他特别耳熟，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啊。你是哪位啊？啊，童国庆啊，我是朱迪。哎，不是你现在什么地方？你好像用的是国内手机吧？啊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好，回国了哈。我说呢，那个，你回来都多长时间了？已经有两周了，但是前一阵特别忙，也没空给你打电话，今天才空下时间来。这次回来呢，我是总公司派回来开拓中国市场的，我可能会在中国待半年吧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不错，现在国内市场确实这个特别巨大啊，发展空间也特别大。行，欢迎你回国，欢迎回国啊。这几年你好吗？啊，我挺好，哎，我的发展也非常好的啊。童话好吗？童话那更好了，你放心吧，我把他照顾得非常好啊。童话有长多高了？他发育算正常嘛，和他这个岁数要按照比例，应该是发育的还行。偏高吧，在他们班里都是坐后排啊。哎，最近我时间还挺空的，你看什么时候你有时间，我们约着见个面啊。哎，你这次回来多长时间呢？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次回来半年。嗯，那行，那不着急了嘛，时间还长着呢。
你这样，等哪天你不忙的时候，好吧，你就是把工作不忙，你给我打个电话呗，我这边时间要是也有空，咱们就见个面，不着急不着急，好吧，那先这么着啊。哎，童国庆，你现在很忙吗？那么着急挂电话？啊，我这其实有几个客户都等着我的啊，业务比较繁忙啊。那好吧，那就过两天我有时间我再给你打吧。好，再见。是要来找我什么事啊？怎么了？车坏了？车没事啊。那怎么了？你看，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你见我没别的聊啊？有聊的。你知道我干什么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想不起来那个。你干嘛的？我是做婚礼策划的。我不结婚啊，我身边也没朋友结婚。你这说的好像我来找你跑业务似的，你别紧张，我们公司生意好着呢。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有朋友结婚，我推荐到你那儿去，行不行？行。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昨天丁小雨到我们公司来，和他的那个未婚夫，然后找我们公司策划婚礼。他要结婚了，然后他到你们那儿去策划婚礼。对。他这事儿做的不对，他应该来找我呀，是吧？咱俩那么熟，他通过我找你，说不定能给打个折，添几个项目什么的。他这事儿不明智做的。哎，那小伙子不错啊。反正跟你不是一个类型的。是，谁能跟我比啊？我这么有特点。我说他们俩挺好的，他们俩从小在一块儿。那男孩呢，是他中学同学，挺单纯的，我觉得挺合适的。要不然我也不能撒手，是不是？怎么听着那么酸呢？酸吗？不酸啊。没什么酸。你们为什么分手啊？油耗太大，养不起呗。行了，换一话题。谁没点过去呢？快去，快去，别太着急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告诉你，我的牙掉了今天。啊？哎呦，牙掉！哎，刚才你没跟我说吗？哦，刚才忘了。哦，是下牙。哎，牙呢？牙在书包里。哎呦，还放书包里？先回头爸爸把那个牙给你扔在房子上，这样呢就长得更快，茁壮成长了。好。我女儿大了，哎呦，这是七岁八岁掉狗牙了，小狗牙都掉了。哎呀，童啊。跟爸爸在一起幸福吗？幸福。哦，爸爸是不是最好的爸爸？是，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哎呦，谢谢女儿。你不说我是你的命根子吗？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了。其实你也是我的命根子。哎呦，好女儿，哎呦，这么小就懂得感恩。
爸爸感动。行，这会儿去玩玩会儿吧，先不做作业啊，活动活动。好。我知道那边，希望到时候见。嗯，拜拜。告诉你好消息，这回我们不用想怎么再去约人家了，人家主动请我们俩吃饭。人家是谁呀？朱迪呀，还能有谁啊？朱迪主动请咱们俩吃饭，这叫付出总会有收获的。丁小乙，我觉得你现在真是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呀。你是不是人啊你？往人伤口上撒盐是吧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今天我请你们二位来呢，是表示感谢。前几天你作为我们丹顿的忠实用户，陪我到电视台去做节目，耽误你那么多时间，很不好意思。您这么说吧，我们就特别不好意思，这顿饭务必让我们来请，因为前两天跟您不是偶遇，我们是知道您在那儿，所以有备而去的。为什么呢？我就实话实说吧，因为我们台呢现在在拉广告，当然了，我们俩真的是丹顿的忠实用户，而且很喜欢这个品牌，但是这次呢，想接触您，主要是想让您啊认识我们，能听一听我们电台投放广告的优势。好，那你说说看。谢谢。很多人以为现在没什么人听广播了，其实不是，咱们都有车的可能非常了解，在车上经常会堵车呀，或者上班下班啊，很多人会打开收音去听广播，这个人群其实非常的大。据统计，每天在路上跑的车差不多有500万辆，如果按每个车多载一个人的话，那可能每天在路上听广播的人就有1000万。那个刨去不听的，还有刨去爱听别的节目的，我们家人风上一定不会拥有1000万的听众，但是我相信这个人群呀，一定是年轻的、时尚的，并且有消费能力的女性。这点可能很吻合丹顿公司广告投放的一个方向。而且我们最大的优势是，电台的收费相对于别的媒体来说可能比较低。如果贵公司选择多元化投放广告的话，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电台。其实电台的优势真的很适合蜜糖香水系列在国内的前期推广。我知道我们这么做其实挺唐突的，但是希望您能够理解，我们真的非常想争取这次机会，您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介意倒也谈不上，像你们现在这样的年轻人，这种工作态度我是赞成的，而且是理解的。不过这顿饭目的不在这儿，我们就是为了吃饭。好，好吗？来，好，认识你们很高兴。谢谢朱迪。谢谢您的理解。出来的时候也没看天气预报，说我本来想出来跟你散个步，约个会，还正好赶上下雨。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呀？小雨。是，还好你不叫大雨，或者中雨。你瞧瞧人家，
一对儿一对儿的。你再瞧咱们，跟俩网友见面似的，一人打一伞。所以你们女汉子就是这样呗，就是谈恋爱的时候都自己走自己的呗。这样容易被凌着。好吧，我理解。我到了，你在哪儿了？上二楼。我也在二楼啊。佟国庆，这儿呢。好多年没见了哈。是啊。嗯，没什么变化啊，坐吧。就选这么个地方。啊，我是想你这离我们都近，方便一些。啊，我吃过饭了。啊，吃过饭了。啊，吃过了啊。那你喝点什么吧。啊，不喝，一点都不渴啊。哦。这是我给你买了一套西装，我想可能合适你。啊，这西装国内都有卖的，现在什么牌都有卖了，真大可不必啊。那行，谢谢了啊。说正事吧。一步步跨